爱吧。就你家娶你的话，彩礼要多少啊？可能这么多吧。你妈还缺姑娘吗？你要干嘛？没钱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你当所有男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都应该会有30个 W 的存款吗？那你等等吧。啊？我就不信了，这30万能难倒英雄啊？我帮你。哎呦，咱现在都这么有条件，这么有实力了吗？你这里有钱呢？你问哪一张？这张。没有哎。那这张呢？也没有。哦，都没钱，那你拿出来干嘛呀？我还以为你有钱呢。我想好了，大不了就是钱呢，咱们一块挣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就跑滴滴。拉倒吧，你那上车都掀开雨刮器的选手，你还扯着跑滴滴呢？我去，嘎腰子，直接走啊！没事。闭嘴！我不允许我的男人别吵。您好，请问是尾号1972的乘客吗？是我，干嘛呢？整活呢，搁这。嗯，这边请您系好安全带，还行，有点热。这个现在你上车这个就调整不了的。那我们是要去哪儿啊？这地方？我们要去的呢是那个白头偕老家。啊，这么远呀？那我们得去多久才能到啊？大概挺久的吧，很久多久多久，你倒是说多久啊，再不说我下车了啊。大概也许一辈子吧。以后每个冬天都留在我身边吧。